配合政府推动文化外交，纪晓君和魏如萱即将到亚太各国巡演。今天新闻局特别举办记者会为活动揭幕，纪晓君和魏如萱分别演唱《上主垂怜》和《香格里拉》，美丽的歌声听得现场所有人如痴如醉。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，香格里拉在哪里？被问到会怎么形容台湾的音乐，魏如萱说，就是在一个很不自由里面的自由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被他们被标签或者是定义了，然后我们在那个范围里面把我们自己尽力做到最好，我觉得我们反而是很自由的。而纪晓君则说，用歌声来介绍台湾，对台湾的美丽的文化。台湾《醒报》记者王美珍、李冠燕、陈希勉采访报道。